你去，走，我们去摘黄菌了。好，美琛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筐子。好。媳妇，你到哪里去？婆婆，我和美琛去山上摘黄菌。摘什么黄菌？山上的路又陡又滑。婆婆，我都好久没吃过黄菌了，家里衣服都还没洗，还不赶紧去？